Hello， 这是最近网上比较火的一款爆炸桃。听说这个桃子奇丑无比，但是说特别的甜，我们来尝尝。它可以扒开。不行。被我扒开了，我没有洗，因为我感觉这个皮反正不能吃，索性就不洗。先尝一口，很甜，脆甜。就是有点丑，完美者主义者应该不会买吧。我昨天没买到。真的很甜。挑了一个最丑的给你们吃了，它里面有桃胶。看到的推荐你们去买啊。